它位于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上，是国土两段的悲剧演得最突出，战争与和平的对抗进行得最尖锐的地方。把门店被世人广为知晓，这在1953年7月，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朝鲜人民面前跪下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以后，从此把门店成了吸引世界瞩目的地方，访问朝鲜的外国人参观板门店成了一种惯例。它位于从非军事区朝南相距1公里处，这里照样保存着当年朝美两方首席代表及其他人员进行谈判时使用的桌椅。停战谈判是从1951年7月10号进行到1953年7月19号的。朝鲜战争时期，停战谈判在停火和停战机构问题上达成协议，美方就建议在露天搭帐篷悄悄地进行签署仪式。他们是恐怕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惨遭失败，在相表上画押的场所留于后世。我方看穿他们狡猾的居心，用5天功夫盖一座面积有200多平方米的这个建筑，在这里进行了停战协定签署仪式，从而它成了一个历史见证。这里保存着签署停战协定时使用的桌椅和旗帜及有关的文件。金日成主席在1994年7月7号审阅有关祖国统一问题的文件，上面签字之后，在办公室里殉职了。碑是为永远纪念这个日子而建立的。我方建筑把门阁前面有7栋建筑，是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会议室旧址。里面中央横放着一条长桌，上面有一条话筒线通过中间，
这就是朝鲜民族分裂的象征，军事分界线。外面有一条宽40厘米、高7厘米的混凝土标志线，和里面的化铜线连接在一起，形成分界线。军事分界线总长246公里。
他是高丽时期的最高教育机关成均馆旧址。成均馆建于公元992年，在1592年壬辰祖国战争时期被烧毁，1602年复原。他过去不但是向贵族子弟传授封建儒教教义，把他们培养成为官吏的机关，而且是祭祀著名的儒学者的场所。它有12栋主建筑和6栋附属建筑，以及把高丽时期的石塔石碑迁移过来树立的周边园地来构成。这里展出1000多件说明高丽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的史记文物和资料。前院里有长1000年以上的银杏树和榉树。